弹弓感受感受我的痛苦。你说就一个什么样的人，连玩四把电焊弓能一把没赢，我就没明白怎么就这个世界上就能有这种人来出现。这都根本这就概率学都不可能的事儿，你知道吧？啊，你干哈呢？这油眼儿你还能死，兄弟，我是真是服了。服了，这局输了怎么能？那就不是电焊工的事儿，那是人的事儿。我怎么没学技能呢？上来。还挺凶，中风，戳一下子，再戳一下子，点一下接中风，平 A， 平 A， A， 你打一下，我戳一下，拿下，漂亮，信哥。让这个电焊工在我们这儿装杯，搓一下子 ，A， 解冻风，划了一下子，也没搓着。戳一刀 ，A 接戳，一上来中风 ，W A，A 戳，让他去左边，对，往右边来，卡住他，戳一下，来你挑起来，我把他杀了呀。难受啊，中风，这把有信哥可以啊，拖回家，我吃你个大鸟，我吃你大鸟，差钱啊，那不差钱能吃你大鸟吗？你那不还有蛤蟆三郎呢吗？你差我这一个鸟吗？啊，你那蛤蟆也不打，三郎也不打，红也不打，石头人不打，我他妈就打个鸟都不行。你说你这人真是的，你自己不打你还不让别人打。我在等，我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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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上来戳一刀 W 点烟，死了个电焊工，中风别怕，来先杀电焊工吃药 ，A 杀 W A， 再拖闪现走，中风平 A 走，拖 nice。中风，好像游戏结束了，回家。发什么问号？我看看有没有人打他红。
走，上去看个狗熊，去把狗熊杀了。这狗熊是真憨呐、啊！没了，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可能是有眼儿，是他大鸟。我在吃他大鸟呢，你等会儿啊！走，找到这个电焊工，戳一刀，戳两刀，一接中风 ，A W A 接戳死，又不是我的人头。中风，我不瞒你们说啊，我从来没有零杠十四的时候，就是一个助攻也没有，就零杠十三、零杠十四这种赢过。我头一回见着，就零杠多好，还能赢的零几零，上把那狗头人居然能赢，我觉得这是个奇迹。先走，你怎么被电死了呀？我们有吸血，没关系。干嘛呢，小伙子？好像杀完人以后有点要起飞，这可不行哟。吃的打皮。收个兵回家，出羊刀的杀他能杀得快点啊！哎呀，出完羊刀差100块钱，这个怎么办？在这等他一下啊，看他往这边走不？我给你个大嘴巴子，戳一下，差100，很难受。先去右边查个眼啊，瞅一眼剑圣来没来，给我打信号了。走回家，谢谢李宇同嘴角的微笑。我杀你兄弟，还是随便杀的呀？差点虚虚，但是这波给他打回家了，还行。狗熊什么意思？啊！我有移速的。狗熊疯了吧！天哪！你自己啊，闪全用了来杀我，你上路还怎么玩啊，兄弟啊？你不玩了是吧？你这何必呢？这这没有必要啊！可以杀啊，马上到。
给你个嘴巴子，你干啥呀？哎，这家伙这是要命啊！搓一下，搓两下 ，A 一上来中风 ，W A 接搓接平 ，A 接点岩死了，收，搓一下 ，A 接中呀！我操，那剑圣怎么打完跑了呢？你是真不怕死呀，狗熊！收，不让这鳄鱼拿我们人头，帅一点，知道吧？收。电焊工其实现在已经游戏结束了，这回连鸡都给我让了吗？这是想让我鸡吗？找找蓝去有没有啊？看看蓝 buff。回家了，下一个盾弓，可是盾弓2450差了300块钱，正好维克托300，把这300给他拿了，在这等他一下，看他来不来啊？看见他了。他应该会从这个位置出来，戳一刀。一上来戳 W，A 接中风平 A，A 接戳，啊！可恶！不过我们钱够了啊！不过我们的钱够了 ，money 有了，把多兰剑给卖了，给他一个1000，看看他能不能翻。这人出发电机不知道要出啥。往下走一波啊，这波天翼过来戳一下，大柱 ADC A 戳回来杀剑圣一个快，电焊工出的啥呀？收割者啊，让鳄鱼把这电焊工技能打一打。好，鳄鱼我来了，先打他一个来，鳄鱼这波电焊工如果敢装杯那就是死。我看见一个人，现在那个人就已经死了，不要让我看见任何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没有人能在我们这里活到3秒钟，没有人，包括电焊工。好，戳。
再说一过来中风 AW 戳点炎平 A 平 A 收再戳一下狗熊 A 戳 W 平 A 戳再 A 再 A 中风 A 给戳死跳呢跳呢 ADC 马上出来啊中风 W 戳你能 A 过我吗兄弟你有伤害吗一过来中风 AW 起大招 A 戳平 A 平 A 戳一下回来走潇洒哎从哪来的电焊工怎么回事呢这人从哪来的呢这奇了个怪了这是这从哪来的呢我没想到啊哎呀这个人神出鬼没啊从这个位置来的我记得我刚杀完他这小子来个收集者换个扫描吧来个扫描站成一排嘿嘿嘿这不送给电焊工了吗这个电焊工可挺能收啊收六个头了都啊来一过来 QWA 戳平 A 平 A 中风先杀狗熊让他勾ADC 马上死三二一不行他离我们的位置太远了死不了他不能上了啊把下路拆了来杀完机器人机器人已经死了知道吧我们不需要再管他先杀 ADC是谁允许你在这里放肆戳一下一过来中风 AW 先杀狗熊中风 AW 你跟我吸兄弟中风 W 一过来点炎戳一刀走位不错我操又是电焊工可恶的电焊工三千给了一个大件儿了给的不过我们马上神装了无所谓了我再出个春哥就可以了先去打个红去对打个大龙打完大龙我们推上这个电焊工像极了我那几把的电焊工啊一共我就死三把都死他手里了暴击溢出60%没有关系因为羊刀羊刀更新了增加暴击率不会再给羊刀提升伤害了更新了走找电焊工的
机器人赶过来，我没想到啊。回头大戳 AW， 哎呀，风筝人还是挺烦人的呀。又是电焊工，我们得留意杀的电焊工了。我发现我不留意杀他不行，这小子有点可恶了，有点。下回我留意杀他，我不杀别人了。我们留意刘闪，先把他杀了，整得他老装杯，杀十个人了，居然要克服的电焊工。看了我的永恩，你决定玩电焊工，那是我送给他的。我要想不死，说实话，我一把都可以不死，真的。这主要不是说这是随便玩一玩嘛的，干嘛那么严谨呢？对不对？搞得那么累。为什么有人发问号啊？不信呢？还有人不信呢？说实话，这三把哪把不是我自己送的？对不对？这不都是自己送的吗？这不是说让别人给杀了的。找到电焊工，哎，算了，别找电焊工了，你们家都没了还玩呢？